Hello everyone, it's time for class now. And please take out the textbook and open your book to page 154. And later we have a quiz before we take a break, okay? So are you ready? 好，那我们今天呢，会先来看到154页第五课的单字20个。那待会课程结束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单字的一个小测验，那你要通过测验，我们才算是完成这个课程的一个时间。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字，来这个字呢，跟着我一起念 ，although，or you can say though。好，这个字呢，它是一个连接词，那特别注意一下的是。虽然也可以称为 though， 所以你可以把 al 给省略。好，那我们来看例句。Although Mr. Mills doesn't feel good, he still came to work today. 好， although 是一个连接词，很明显的它会连接两个子句。虽然呢 ，Mills 先生感觉到不舒服 ，he still came to work today. 他今天还是来上班。Okay, next one. 好，这个字呢，它叫做问题或事件。好，那跟着我一起念 matter, matter. 好，那例句的部分我们来看 ，What's the matter? You look tired. 好，那特别注意一下是呢 ，matter 这个字呢，一般来讲会放在疑问句的里面。那 What's the matter 指的就是问对方，哎，你怎么了？You look tired. 哎，你看起来很累。I didn't sleep well last night. 好，为什么他看到他很累？是因为哦，昨天没有睡好。好，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字，来，喉咙痛的，来，我们一起念一遍 ，sore。sore 指的是疼痛的，那后面会接一个部位，所以喉咙来一起念 ，throat。throat。好，那两个字我们再一起念一遍 ，sore throat。OK， 好，那我们来看例句 ，You should see a doctor when you have a sore throat。好，你应该要去看医生，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好，没有错，当你喉咙痛的时候，那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在指症状的一个情况下，前面会加一个不定冠词二。那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的动词会用 have。 好，那这个字呢，片语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OK, next one, 来第四个字。好，解释，来一起念 explain, explain。 好，这是一个动词，那我们来看一下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explain the problem clearly。 好，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difficult 很困难哦。什么事？好，真正的主词在不定词的这个引领下的一个片语 to explain the problem clearly。 好，清楚的解释问题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 OK, next one, 咳嗽，来一起念 cough, cough。 OK,来，那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gh 在这边不是不发音，而是发 f 的音，无声子音 cough。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好 ，My grandma has a bad cough. She's taking the medicine now. 好 ，cough 如果在这边当名词的话呢，也是指一个症状，所以很明显的呢，在前面我们会放一个不定冠词。然后呢，有什么症状的动词会用 have or has。 好，我阿嬷呢有一个严重的一个咳嗽的症状， She's taking the medicine now。 她现在正在干嘛？正在 medicine 吃药。 OK, 好，下一个字，来，这个字呢，有没有注意到它的字尾是 ly 结尾，所以很明显的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adverb，它是一个副词。好，那跟着我一起念 probably。 好，来 one more time, probably, probably。 OK, 好，那我们来看例句的部分。来，例句它说 There's too much traffic today, I will probably be late for work。 好，
今天呢 too much traffic 交通太繁忙，也就是说今天塞车我可能会怎样 be late for work， 我今天上班可能会迟到。好，下一个字。好，这个是一个，好，等他跑一下哦。好，这个动词是一个动词片语，那我们一起念一遍 take care of。 好，我们知道 care 是在乎关心，那如果你要跟我讲说照顾某人，那我们就会用这个片语 take care of。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好， the nurses take good care of the mother and the baby。 好，护士们呢有完善的照顾谁，妈妈跟婴儿们，跟婴儿。好，好，来下一个。好，这个字呢，来我们一起念一遍，摊贩 stand OK。 好， stand 在以前是一个动词，表示站着，但我们都知道嘛，每个摊贩就像站着的一个动作，所以 stand 也可以指摊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哦。好，例句的部分， There's an ice cream stand in the park. It sells my favorite ice cream. 好，有一家冰淇淋的一个摊贩就在公园里，所以呢我很喜欢冰淇淋，而且呢他也有在卖我最爱吃的冰淇淋。好，下一个动词片语。好，这个动词片语我们一起念一遍， feel like。Feel like， 好 ，feel 是感觉，加个 like 不叫做感觉，像咯，它的意思叫做想要。好，那我们看例句 ，I don't feel like cooking. Can we just go out for dinner？ 好，我不想要 feel like， 其实这个字等于我们以前学过的一般动词叫做 want， 想要。那特别注意一下的是，我们知道 want 后面的动词要现出原形。但是呢在这边 feel like 后面的动词要加 ing， 为什么？因为呢 like 它是一个 preposition 介系词，也因此呢介系词后面遇到动词都要变成动名词哦。好，我不想要煮饭耶，我们可以就去外面吃晚餐吗？好，下一个字。好，下一个字来一起念，感冒来一起念， cold。 好， cold 在以前当形容词的话它指的是冷的，但在这边它指的是感冒。那我们来看一下， Some people catch a cold when seasons change。 好，有一些人会感冒当什么情况下，季节转换，季节改变。好，那我们要指感冒或着凉的话，我会用 catch 这个动词， catch a cold 表示感冒。好，那我们呢就先到这边。